习近平有拿诺贝尔奖，不要以为说你握了手就有，你向台湾人民下跪，过去欺负台湾人民，那搞不好会有。台湾现在难得在哪里？我们要南进，南进呢？新加坡早就跟我们谈好了 FTA， 卡在一只看门狗，叫做中国。印度表达要跟我们，我很大，不是看门狗而已啊，一只狼狗。